有几个是在上课在偷看的，上班上课偷看的。哎，干！我真的觉得我这样整一整整到我后面好恐怖哦。怎么声音那么大？没有。哎，应该没事。好。我今天挂在上面，然后要下来的，喂喂喂，有声音吧？啊，可以。我今天挂在上面要下来的时候，这边一个突袭，那边一个突袭，然后我当要解决这边的时候，那边的突袭突然冲了过来，那冲了过来嘞。他准备对我这个村民动手，真的吓死了！赶快打一打。然后身上就是有那个不祥之兆，马上冲上去捞一桶牛奶下来喝。哎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，挂到有突袭，这个。真的要上课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！反正理论上都不会有太大动，不是什么什么太大动作，不会有太多建设。最近好没动力哦，然后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要去打中介龙，一直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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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是忘记，我只是不想去面对。我不是害怕想起来，只是不想去面对而已。这边好小，有点像。想听流行歌，可是有版权，不要叫我自己唱，唱不出来。这首歌，哦，我有这么嗨的歌哦！天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看一下谁哦，简嘉诚安安、肖远安安、张凯欣安安、王英安安、飞翔安安、静安安、王博言安安、老巨安安，感谢老巨50颗星星，然后北冕安安，PHOENIX 安安，潘欧元安安。珍惜安安，HANK 安安，中午吃什么？两颗茶叶蛋。牛奶安安，张雅静安安，爱琴海安安，感冒了请假在家，那就好好躺着睡觉吧。好，安完了。躺着哦，可以躺着听就好啦，不用起来啊，对吧？好像把这些都扔掉，沙子用不太到那么多。哦，不行，这个它的那个
阶段接得好不顺哦。现在像个废人哦，好羡慕。今天开台前还在想，我还要开60秒呢，还是要开什么好？开话猜的话，感觉又没有人，不是又没人啊，是开话猜，感觉大家都在上课。然后啊，干，对耶，这个还要引。哦，这首歌也不顺哦，听得好气哦。不对，这个，不对，这个，要画菜呀，我要加入，不过要等2点半。没有要画菜啦。地都整不完了，对不对？画什么菜？画什么菜什么？挂上面呢、啊，我把视野距离调很近后，我的熔炉完全不会运作、欸，超奇妙的，完全没运作、哦。我早上的沙子都没有，根本就没，昨天晚上放的沙子完全没有烧到。有人监控裁缝没有？哎、欸，这距离到这边还 OK 好不好？这边到这边，这个熔炉还 OK 好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敢乱下评论了。这是上次生日直播那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生日直播哪一首我都不知道哎。哎呦！
知道啊，我不知道 Q&A 是播哪一首啊，那都去年半年前的事情了。可以全扔掉了吧，不想留欸，这么多沙干嘛？三，我牛奶超威。哦，你说他记得那首歌吗？我刚刚看了一个超强的仓鼠的影片呢，他就是直接撞墙壁之后，马上那个好像反弹，直接撞回来。就比如说。这边是断层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敌人在这里，他就直接先勾这个墙壁，然后马上回弹这边，然后让他撞过去那边的断层。哦，超强！嗯哼哼哼。啊，然后斗争二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啊？说好久了都还没有出欸，是暑假吗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？
天哪、啊！边从这边开始整好了。下午好，昨天有睡好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就感觉我一直没有睡饱哎、欸，因为今天我又去看那个皮肤科啊，可是骑车骑在路上的过程，我感觉我的视网膜那些好像已经又剥离的感觉。感觉跟我的眼球已经开始分离了，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有东西黏住，没有黏住，好像就是没有黏不住，然后就是骑车猛扎眼睛，就用力扎眼睛，好像把它拉回来那种感觉。噔噔噔噔噔，你这个好怎么像那个啊？等一下，你像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好像是台客舞。等一下是说哪一首啊？前一首吗？我找一下给你哦。嗯，这首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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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是这首吗？感谢你的，感谢森本200颗星星，感谢陈小琪的50颗星星，这首吗？可是这首不像是催眠曲啊，还是另外一首？你有在听吗？还是？延迟是不是变得很高？我的延迟我昨天调过了，我一样是调两秒啊，不是哦、喔，哎、欸，真的延迟快一分钟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刚好播什么歌啊？这首，失眠听这首歌对吗？不对吧？前阵子玩空岛的那首，你是说我常播的这一首吗？不是这个，这个、哦，这首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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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原安，你说我常播的是这一首吧？这我常播不是吗？啊，有一堆沙，气死！这首叫做蛮……哎、欸，我之前那个这个这首的歌名叫这个，我觉得这首很好用啊，我就很喜欢这首。噔噔噔噔，啊靠！请问平滑沙眼怎么合？因为我在拼命找没人用过的那种 BGM 啊，
那听来听去，这首比较适合我。哒哒哒，噔噔噔噔。感谢你的100颗星星，不会啦。你真的要助眠的话，我可以推你听另外一首啊。我要抓一首，这首，我就刚刚播的啦，白痴哦。啊，还有这个，啊，不是不是这个。今天因为在学校自动，所以在保健室强求回家休息。哇，问一下哦，你几年级？应该是国中吧？是吗？如果是高中，我发现我高中好少是因为一些什么不舒服，然后回家。哦，对不起，其实这首我只听前奏就抓下来了，我没有听完过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大提琴的卡农可以推荐，嗯，不然你去搜寻那个啊，我最近那个拇指琴在弹的，那首叫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我是换回来好了，换回这个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等一下哦。琴谱，你可以搜寻看看这一首，这首很好听，你可以搜寻这一首。先忙去生活，拜拜。哦，高三，这高三还可以回家哦？你家住很近吗？因为其实不是高中都是离学校真的都离家都一段距离，所以很少都是那种直接回家的。我以前也是不舒服啊，但是还是没有回家过，要么就是上课前直接请假。我有一次是真的肚子痛到那个请假嘛，就那时候教室布置又开始，然后我就那天请假之后，我一个喜欢的人就是传简讯给我，跟我说。你为什么今天请假？你说教室布置要你吗之类的？我想哦，去应该来不及了。你懂吗？就是去，我去学校也要花几个小时，一个多小时，然后还叫我带吃的给他吃。啊，反正就是高中工具人啊。而且我自己觉得吉他版就钢琴版好听。吉他吗？钢琴？我想一下哦。我比较喜欢听琴类的欸。啊，不对，我真的喜欢听是听那个萨克斯风。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要听到那种歌，就是会想到就是空无一人的那种酒吧，不是空无一人，就是你开车开在路上完全都没有一个人，然后再听那种萨克斯风的感觉哦，感觉就是很飙嘞，不是很飙嘞，就。眼泪有快流下的感觉。那再来就是我喜欢听，其实木琴啊。之前在 Tricky Talk 不是，那是国中。那这件事情是高中。欸，我今天有买到那个，我希望他卖可可豆，不然我真的没有棕色染料。你有可可豆卖吗？哇！
发大财啦！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因为我需要那个可可豆，不然我没有棕色染料来源。那他既然有卖，我就来买啦。好，好，好。我本来想说就缺棕色染料，不然我不想搞那个羊毛机。啊，都买起来，都买起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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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家以前是开小吃店的，然后之后就是自己弄的面给他吃，我就下面给他吃，我真的是下面给他吃哦。然后他竟然那边说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我说：“哇，我要准备才出门啊。”我说：“那时候我真的很不舒服，肚子痛。”然后后来出现之后，他也没有多感激我啊。之后他跟另外班上一个男生在一起。 不过好像在一起不到两个月就分手了，然后他在我们班被说是公车，就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公车是什么意思啊。然后之后知道这件事情，我就很不爽，因为然后就被人家说什么，只要是人都可以跟他在一起那种感觉，都可以上他什么，哦，好难听哦。然后连北港香炉也是后面才知道的，所以我看菜单什么北港香炉什么很过分，我听不懂。 才知道是每个人都可以插哦，哦，对不起，这边有未成年的。哎，我看我 YT 后台啊，那个就成年人的比例已经过40几趴了，哇，这样子我真的可以多开一点车了。<笑>啊，今天可能就今天应该也是会有首播啦，就是开到一起看首播。 那就晚上，我在想还是我就是影片分段，直接先去睡觉，不然我后台那些影片用，因为我影片要分段嘛，分段好之后也要花个快20分钟，然后上传之后就是把那个影片的时间调一调，弄完也快40分了，然后再吃个晚餐，又不能吃太饱，吃太饱又不好睡，所以这样子都快6点多。 都已经6点多了，你15岁，你认真？哎，我以为你年纪大概大一、大二哎。我看你们的互动还是怎样的感觉？天哪！而且你真的是我每次开台都跟萧院一样都会跑进来抢灯的那一种哎。我发现我那个以前在 Twitch 跟 YT 的兔崽子。 反而比较少出现在聊天室，反而是你们这些新的 FB 的常打字的，我比较有注意到，不然就是之前的 FB 还是 YT， 那个 ID 我不熟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在记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啊。 真的是想不到欸，出其意招。不过还是希望他卖可可豆啦，他好像不会卖可可豆啦。那个棕色燃料纯粹是我自己希望想要的。其实也差不多，哇塞！看。 年纪好小哦，死小鬼，死小孩。